罗斯苏凯二七战机快速逼近美军无人机，过程中苏凯二七尾部开始空中放油，直直浇上了美军无人机。另一段画面中，苏凯二七再度逼近，再一次空中倾倒燃油，接着苏凯二七飞越美军无人机，画面随之中断。影像恢复之后，可以清楚看到美军机螺旋桨已经受损，螺旋桨一页严重弯曲，另一页则是变形。这段由美国军方公布的42秒影片，记录下黑海上空的美俄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，海皇顶级冷压初榨麻油浆，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及台东小农气作高品质老浆，四季滋补，用料实在。简单一匙，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啊。